看这边的，看这看这个路两边的树了吗？都是这种矮比较矮的树是吧？挨着湖，这叫环湖东路。哇，这感觉太棒了。环湖东路，这应该属于团泊了吧？团泊镇，是团泊镇吗？我不太清楚啊。哎，我去，这点地方太棒了。没带帐篷，然后带帐篷啊，你也得问一下是吧？人家让不让的，周围挨着这湖边，我去，太棒了，这个。我们现在等于是围着这湖骑的这个路是吧，在这湖边上的这路，
烧烤、垂钓、露营，这边有。哇，好漂亮漂亮，这会找地方。我刚才就已经想到了，你知道吗？没带帐篷，咱这人家有一个在这儿啊。将来有机会再说。我看中的地方基本上差不多。我能看上的地方大部分人都能看得上，就这么一个情况。我去，真凉快呀！这边它这种凉啊，就跟你开空调的那种凉是一样的，你知道吧？它不是单纯的那种风。坏了，裤腿卷了。它这种凉快就是你开空调，知道吧？开空调那种凉，看。我去，这边挨着树特别近啊，这边自行车路挨着树特别近的，非常非常近，看了吗？非常非常近。好啊，这种感觉好啊，这种感觉贼拉好啊。感觉这边就是天然的空调，要什么氧吧？这点地方就是一个天然的大空调。哦，团泊湖啊，团泊湖，中央大道，哇，
环湖东路。再过几天就能穿裤衩出来了，是吧？现在呢你也可以穿，但是早上还是凉，晚上也稍微有点凉。我们前面能看到社区了啊，看了吧，楼高层。团泊也是个镇吗？团泊湖镇还是叫团泊镇，是吧？这回去我查一下去。右转。中央大道。我去，正顶啊，这风。正顶有一样好处，凉快呀。
山深陷。